呢個咧，我可以好高興咧，咁樣講咧就係喺1999年回歸咗之後，澳門同葡萄牙政府嗰個關係咧係越嚟越密切，而且我哋亦都好感謝葡萄牙政府咧，不但止啊，亦都係嚴格遵守咗中葡聯合聲明嘅精神，而且係大力咁支持咗包括。中國同葡語係國家呢個經濟平台嘅發展，而且我哋睇到咧喺民間嘅活動啊，無論喺商業上、喺文化上、喺教育上嘅合作咧，亦都係比過去咧越嚟越密切，而且個合作咧亦係越嚟越深化嘅。喺回歸之後，我哋好高興睇到咧葡人社群咧，一方面係我哋整個特區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，而且葡人社群喺過去10年裏邊咧，亦都係全力擁護同埋支持一國兩制嘅成功落實。我相信無論喺過去、現在同埋將來，葡人社群咧都必定係成為我哋整個澳門特區發展嘅一個重要嘅力量。我相信葡人社群喺未來嘅日子必定係會繼續為特區嘅建設咧。作出貢獻和他們的努力。